生在青山，哪来无人伫看顾？自己生根，自己发芽，自己芬芳。各位好啊，咱今嘛开始上课哈。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大家请坐。啊，迄、那个咱各位同心，大家好吼。好。我看大家也做精神啦吼。做精神吼。吼、哦。迄、那个，今仔我讲题目吼，就是咱台湾前途何去何从啊？就讲个咱吼，啊，到底要行对一条路去？对一条路较正确个吼，是不是？像像咱来高雄哦，迄车楼底下啦，哎、欸、阿哥，你什么路吼、哦？你行过来去碰到车头吼、哦？所以一句讲咧，条条路通罗马，哎、欸，无唔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方向，你知影目标就对啊。啊，车头，嗯，啊，我若要为三里厝遐来，啊是往哪路来？要走对条路，啊，目标方向落地啊，我拢知影嘛。对不对？啊，你啊，一个无方向的吼，哎呦，啊，特别走地唔知啊，啊个曲曲折啊，迄个无目标嘛。啊，所以咱台湾吼，咱台湾机关呢，这个有历史来的时阵吼，为咱家己为对来，老实讲，为咱家己也唔知呀。有经过什么朝代呢？有经过西班牙，经过荷兰，有经过啥？地兴宫，啊，佫经过啥清朝，佫经过日本，佫经过中华民国，啊，才华咱来。啊，讲奇怪，啊，咱是含对来结合的，尤其是这个西班牙，伊含荷兰，因虽然是作为伫啊台湾三十几档尔，但三十几档伊走了地兴宫来拍个拍走了的时阵，伊留予咱台湾，即卖阿个咧使用的有一挂话啊。包括脑炎啊，伊个 DNA 内底吼，脑炎症呢。我可能捌着拄一个小姐吼，金头毛啦，啊，这迄个迄个目睭成迄个金色个迄个青啦，毋是咱乌个啦。啊，结果想啊，即较早迄个西班牙荷兰留落来，就是有影呢，有迄个染着迄个症啦。啊，咱呢，脑可能去染着病波个啦，病波做个迄个即种吼。啊，所以拢免小笑啦，拢免小笑，空时啊，那伊安那染着着啦，拢免小笑吼。包括咱的祖先有可能染着，因为几百年来嘛，咱和遐那济外国人来通敌，啊，所以南南社会，所以讲因这两个就是讲西班牙甲荷兰因等于了吼，甲即阵咯，咱有几种吼，迄、那个话甲物件拢是已经老啦。我简单的讲吼，因拢还那会啦。迄还那会时吼，就是咱的火车了无吼。迄还那咧，北京人讲火柴遐啊，
哎，奇怪，黄啊，你用个火啊，还说叫黄啊火。你像那红头毛因呀，西班牙、荷兰因呢，当来先吼，叫啊，你不用整迄个淡水呀，有按摩岗，迄按摩啊，按摩完去咧讲讲，迄个按摩岗吼，即拢也够老了呀。啊，你讲迄个黄啊油，哎，黄啊你用个油啊，好啊你。为年纪较侪，就怎个换那油啊？啊，少年啊，因为唔捌用着换那油，啊，我就用着诶。迄种个换那油，迄两死啦。一换那姜，一奇怪开，拢用换那呀，拢换那姜啊吼。迄个先较早安尼留落来。搁一个咱较实用诶啦，叫做阿蒙土啦，迄阿蒙咧用个土啦。诶，即卖讲叫水泥，诶，做好用个土啊。啊，侬讲阿蒙土，阿蒙啊咧用个土哩呐。啊，所以这呢，到我进来是要搁改变过来。因来讲，迄阿蒙陀啦，阿蒙陀什么货？迄个水泥啊，水泥迄北疆去中国来讲讲水泥啊，对不对吼？所以因讲啊，咱通地的心哦，因拢留一寡即落，咱继续咧用的啦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啊，咱从咧台湾即个京都，咱有遐呐外国来来甲咱通地。啊，当地个即卖时阵吼，无代无志，就发生啥呢？啊，发生日本发动二次大战呐！啊，大战时了就战书吼，把台湾平和我放弃啊！啊，所以造成咱台湾的命运呐。小弟我翻头来讲吼，啊，即个台湾平和，原来是清朝的，我过去台历史读过嘛吼，是清朝的。但清朝因为甲午战争。就是1894年，日本和清朝、清国就对了吼，相拍啊，清国就拍输啊，拍输了，台湾平和就挂乎日本，啊，挂日本是哪？挂日本大帝国，就是以前那大日本帝国皇帝吼，是挂日本皇帝，吼，唔是讲我挂你日本只，咱即摆读了简单挂日本啊，其实伊是挂乎迄个日本皇帝，那么1894。然后呢，因为伊要统治台湾，我发生一挂问题呢。第三个呢，迄个原住民呐，伊挂号的是啥呢？是迄个西伯尼亚中央山脉一党吼，并无挂号。啊，那迄个毋是全国咧统治的啊。啊，说毕竟啥呢？你落拍输人，还是讲拔输脚？啊，你伊落出挂号人哦。厝边隔壁也毋是你个，拢挂挂好人去啊！啊，所以无怪遐原住民讲，我都毋是恁清朝个时阵啦吼，你边挂好人，煞另外过拢挂好人去啊！有一个图吼，吼，恁啊较早有拿迄个咧上即个咱清国迄个图吼，吼，你就看有啦吼。因即下无地方拍互你看，就是讲西部尔，好像有一只虫啊。吼、哦，好像只头嘛，恁有看到？那咧讲的时吼，应该恁会去迄落上了这个课吼，种其他头嘛。啊，所以日本来统治的时阵吼，头啊做乌的着啥呢？落迄个藤井上因着讲吼，要做一个台湾民主国啦。所以迄个时阵呢，迄个台湾伫亚洲内底第一个民主国的，就是咱台湾啦。但寿命咧三日尔，三日就走路啊。哦，啊，结果因阿来因用个因个国旗吼、哦，就一只虎啦，吼、哦，拿底啊一只虎，啊为啥要用迄个国旗呢？伊当初的时吼、哦，要和日本迄个是讲哦，因无管理日本的统治啊，所以因为要个啊个归顺于中国，啊中国是龙啊，啊台湾小也是兄迄个虎啊，所以用龙兄虎弟啦，哦，所以用一只虎吼。哦小弟，我确定拿迄个信吼，带用迄个图给各位看一下吼。那么迄阵啊，了走了日本者入来，哇，拄着啥呢？拄着原住民咯，要抗争啦，吼，伊都唔甘愿啦，一千国含我都无关系先啦，连我都挂挂日本去啊。但日本为着要一按照国际法呢，我征服，我征服了信咯，就符合国际法，安尼就不会讲啊。所以台湾呢，发生有几件足激烈、啊个真重要的事件，各位就知影无？有迄个
武峰的事件，有牡丹的事件，还有啥呢？大八年的事件。啊，这个拢日本含迄咱原住民含日本咧吃饼，都结果当然啦，因为日本伊个武力较强，在征服。征服说一直伫啊，1937年的时吼，迄叫做红民化。后面就是个立日安，我大日本来滴。在红民化来滴，迄阵阿哥是把台湾片阿个殖民地哦，要被动作日本不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伫日苏大战的时阵呢？迄阵啊，怎啦？伫1945年4月7日，这是咱足关键的吼。如果各位，这个近代史内底吼，我足简单安尼讲，就是要各位吼真清楚。伊伫1945年4月7日以前，日本伊个宪法内底，日本皇帝要无下诏啦，把台湾片哦纳入着大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！这迄个4月7日，甲纳入了的时哦，说咱当然去做兵。好、哦，所以是迄、那个伫南洋啊，咱作者吼，咱当然去做兵的吼。啊，个连美国都惊到的，迄、那个特工队啊，吼、哦，特工队吼，迄、哦、美国真有惊到，吼、哦，迄种当然。那不然啦，咱会使去参加啥呢？去东京开会。所以就正式，咱就是大日本帝国内底的臣民就对了吼。系啊，啊，即马即个战争一个刷新，迄阵啊，离吼日本投降都4个月尔，4个月尔。啊，结果伫即个战争中，因蒋介石甲美国甲啥呢？甲英国，因伫即个开罗时吼。吼、哦，有咧讲啊，讲按啦，战煞了时阵吼，无呢，台湾甲朋友吼，就去归还中国去啦，安尼啦。所以即马中国国民党尤其骂人，拢用讲咱台湾朋友是中国，就是经过的开罗宣言，啊个一个波茨坦宣言。但宣言是咱咧讲啊，我咱两个讲讲的吼，那安怎安怎安怎样？但迄阵咧一个等咧战争咧，伫1943一个咧战争啊。那么1945，迄阵啊，靠日本投降，表示你战争中所讲的，阿都无遵循。为什么呢？爱经过和平，啊和平了爱条约嘛。迄、那个条约确实安那呢，最高的就对啦。伫法律上，迄、那个违改吼，是最悬的啦。所以你当时呢，伫1952年的时候，旧金山合约啦，旧金山合约。这个合约内底吼，真清楚注明第23条，美内底有注明，美军就是要只个占领国。虽然今日当民间会告美国的时阵呢，也来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啦，就是讲你美国是咱台湾的占领国，啊是安尼无代无志去叫中国来，而且马紧呢，佮你用军舰去甲载来。来这时发生那二八的事件，甲屠杀咱足侪台湾的同胞，有人讲这种战争话的是灭种就对了，这就无时效问题啊！这以后咱台湾政府要追究这个罪行的时咯，照常伫法律上要追的对就对了。黑安那呢，你无工作，迄叫做灭种灭族。你会记无？伫个非洲的时呐，一个总统，你去找一个国外人去掠倒回来，就灭。别啦，别种族。所以当台湾人第二百事件之后，死偌济，甲真正唔知啊。官方的版本，甲民间的学者来调查都唔知。因为就是别啦的种族，也照到迄种假。偌济人因为呢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所以这条小。因为因即摆阿个咧掌管，你无通处理。但咱台湾政府真注意这个问题，所以当咱个别国先，其中就应用旧金山合约来滴，阿个战争法、甲人权法，我会加入咱的台湾政府，因为阮是受难者。哦，各位看过吼，我想那是简单甲各位
迄落一年吼，我这个名啊，甲绿岛吼，伫绿岛总共吼伫十五栋啦吼，啊，这间校有校反读甲无学校啊，要这校关起来，吼，我头是判十二栋，以后成绩未歹吼，所以佫加三栋落吼，啊，所以变十五栋，啊，所以我来讲。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被害者，我有去过美国，但是过袂行。有可能咱的标的吼，内底甲诉求的无同，所以当我发现着讲，咱的秘书长林志祥博士，因你过的是各个的行，我觉得足好奇了着。偏偏我受难者，你也毋是受难者呢？咱的林博士是中国啊，是中国的受难者呢。迄人交代，一寡钱迄个没收伊，迄人霸食咪，啊，倒忙甲转来台湾呢。甲法院讲，有生之年要为咱台湾拍拼。伊是中国的受难者，真系过会行。我是正港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受难者，阮是安内过袂行。所以我入来内底，就讲我头伫门外咧看内底啊，即马伫走入门内底吼，看即个门内底是创啥物货吼？马边球咧，咱的秘书长有一套，第二呢，因根据有《战争法》、用《军官法》、用《旧金山合约》、用《国际法》这个，当初搞的时阵呢，美国那边那是不一定谁来接收呢。咱委托美国律师的时阵吼，一定要六万块美金嘛，合新台币的时阵是180几万呐。这钱你爱穷了吼，这不是今仔我爱讲的。我咧讲的是安那，是讲咱咧过是迄美国律师，那要随便占呢？因为你是要告阮美国政府的啊，所以你的文件，就是你的证据，还有真充分呐。里面是各政府的，所以咱秘书长呢，来来去去，问来问去，该改的爱改呢，三会四会的要正当呢。即若讲伊台湾的律师啦，迄厝衫吼乌甲白啦，我咧讲迄叫乌白龙君啦，迄不管哪啦，你钱来我就接啊啦，卡了个考虑讲你政府安怎，啊毋是你请律师，你若有即个经验恁看卖。你只要钱给伊啦，伊来许我接镜啦，啊，甲来找证据，甲来找安尼啦，啊，输你来立钱，啊，赢你就使立钱，伊就不管你啊。所以咱台湾迄个律师，伊那三方足奇怪，那三方设计，乌白拢来就对啦。但美国人唔是安尼哦，美国看你要个人，吼，都爱有一挂证据，爱有充分啦，尤其要个证据诶。所以呢。咱上个政府，到尾美国律师讲，会使过去，该会使过去的表示咱嘞，会当先按各美国政府会当先按嘞，就表示咱已经赢一半啦，已经赢一半。这来来去去的是，你要看为一个初心，啊，加伫一个各电话呢，你要是电话呢，就过来你啊。真简单嘛，就是讲，咱台湾人无国籍，吼无国籍吼，各位知影吼，像阮这个年龄的人是真正的无国籍啦。为啥呢？因我是1940，各位看吼，1940战争是1945啊，表示这个战争中，我是日本囡仔呢。啊，那阮的时代人，迄边讲的咩？迄拢日本籍的呀。啊，阮阿妈。有清朝过来，佮变一个日本的呀，伊个白卡呀，三寸脸的呀。各位咱在座的，可能足少有迄个机会去看到迄个三寸脸吼。吼，我阿妈迄个真正三寸脸，有吼，会看到。吼，迄个来咧洗，来咧洗卡吼。吼，迄个流迄个布就对啦。干那德哥吼，来当过六年，安定过六年啦。即咱少年啊，唔捌看到，嘛拄到的啦。吼。啊，像我了嘛，啊，这那是啊嘞，为清朝了变来日本嘞，我老爸了日本嘞，啊，我那日本人啊，
战后出来之后，有可能就不是日本人啦，但因为你的是大人，就是日本的，所以今仔咱要请本土的台湾人咧，就爱去火箭所吼，讨啥？讨咱日本时代，咱的是大人，也是咱的本身的户口填本啦。而美国人来做清楚，美国知影讲吼，全世界在日本的火箭做的上好的，咧日本，所以咧。证明讲你是台湾人，还是唔是台湾人呢？嗯，啊，讨迄个是啊，啊，为了搞不清楚，看遐麻烦呢。啊，要清楚台湾身份证，那遐麻烦呢。如果清日本时代，嗯，啊，无清日本时代，要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。因为即马前前后，吼、哦，卖讲遐遐传过来啦，吼、哦，卖讲移民过来啦。即马有足侪拢会因遐第一代遐走路遐。吼、哦，伊会变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有诶哪拢会晓讲台湾话啊？嗯，诶，你台湾人，会晓讲台湾咧，毋是证明讲台湾人咧。啊，那种我爱讲迄个英语诶时，阿毋是美国人，毋是呢。所以真简单，才证明你身份嘛。所以来讨日本时代或者填本。哦，各位，咱家要有人要不请身份证诶无？啊，请一个举手者呐。要未请诶？要未请诶？恁若国州内底当爱请，即、這个身份证就比咱的保命符，就咱证明讲咱是本土的居民，含遐中国啊第二代、第三代带嚟遮无共。所以有咱个别国时，就是经过旧金山会内底吼，对本土的台湾人，伊英文写的 People of Taiwan， 但是1979年美国含中国建交的时阵呢？因为台湾管的话哪只像呢？是 People on Taiwan， 这个 on 不跟 on 差一个意义无同啊！迄表示你住伫台湾，即个即个人啊，迄内底包含咱本土的，有包含啥外来，有就想有人嫁娶入来，啊人归依过来，吼、哦，就移民过来，还、啊、有中国遐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拢总住伫即个遮。所以台湾关系有安的是啥？有 people on Taiwan 的是安呢？但咱今仔各位呢 ，the people of Taiwan 呢，咱本土的。所以即马刚去你高等法院的时阵呢，哦，来啊，去足精彩哦。高等法院先，当然美国国务院因咧请律师啊，安尼请律师那真来呢，迄种哈佛毕业的呢，结果到遐咧辩论的时候，你看哦，烂。那就按照正常讲，啊，我电话就是安尼，我的标的就是安尼咯。结果当然，因的法官会问因的律师啊，国门的律师啊，足简单一个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咱的政府吼，甲即阵就对了吼，迄、那个旧金山合约还有没有效？有效无效？迄律师一个疑惑惑是因吼，讲奇怪，法官开始问这个问题啊。结果法官也讲哦，讲还有效，足简单的讲还有效。对对，你当然是甲恁国务院的国民讲了对啦。因为国务院先咯，拢来召集啊。本身国务院搁啥呢？搁司法部，啊搁啥？搁了国防部，搁有 CIA 的中央情报局，啊搁啥？国安局。这样各单位，你拢要登一遍资料，边看嘛，边边登来讲，哇，拢真正有效了对啊。第一，以前啊，美国总统无宣布为台湾只撤军，连参议伊那是无宣布，所以国际法上内底吼是100%有效。你记奥巴马前年前吼，讲伊要为伊拉克撤军有无？伊就提早讲，讲我面临几月，我要为伊拉克撤军，所以交予当地民政府。咱台湾拢无啊，啊，为什么开？美国经过遐一个总统，那人无人宣布讲为台湾撤军啊？啊，这就是啊，咱台湾的命运啊，就是爱起起坎坎坷坷，啊，就是安尼将几辈，也是了咱台湾人本身爱出头天，就是冥冥之中真自然有安排安尼啦。美国总统伊若讲宣布撤军了后先哦。当然局势已经无同，
所以咱台湾是世界上吼，迄个地位上复杂的一个所在。老实讲，美国人想要甲咱暗砍咯，暗砍即个台湾，所以你要想讲，伫国民党教育内底啊，包括民进党的代言的，你咧看看即个朴素，即个什么教师，什么弯钩就对啦。无人去研究即个旧金山合约，无人叫咱台湾的地位应该行对去，应该变哪重新出来国际社会内底，无人研究。所以当我一摆来底，你也是讲哇，拜托诶，为什么咱的前辈、遐教授、博士、学者，先呐，既然呐，本身的企业利益，本身伊家己取得利益，各位的家己本身的利益心吼，总蛤蟆糊就对了。反正这无搞，我也没研究啦。拢做的是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内底，就是中华民国所有宪法内底。拢伫咧运转，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是伫中国个大陆打造出来是也袂用，伊就派咧去走路啊呢。迄个是等于新主把拢派咧，拢来台湾呢。嗯，啊，拢哪呢？这部新主把拢当台湾即条用啦，啊，用到最好用诶，用到咱所有中华人士，包括阮，这批为台湾咧拍拼去解决的人。就脱袂离开啦，所以咱 BI 几十人来底先吼，阮解了出来了，继续咧抗争。阮的抗争吼，各位在座可能我唔知呀。阮三个月去抗争呢，迄阵啊民进党还袂成立，迄阵叫做公正会啦。了伫阳明山成立的时吼，当然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讲好啊啊。即嘛较民主啊，恁来成立政党啊，所以政党当然用叫伊来派人入来，所以派人入来时阵哦，才造成今仔日慢慢啊，民进党啊，规个拢咧叫做中国的民进党啊，就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啊，唔是咱本土台湾民进党，因为安那呢，拢总伫中华民国宪法内底。包括咧选举啦，拢咧运转，所以有人，包括阮咧老朋友，吼、哦，我潘先讲，伊送我一本册来电啊，讲哦，表示中华民国伫遮应合法啦，就占据了伊啊，就对啦，就占据了伊个啦，叫合法，所以咱台湾顶个中华民国顶个要划等号，讲安那呢，有经过安那呢，修改宪法，啊，佮选举。会歹势吼，蔡英文伊安尼讲呢，叫人家督抄啊！哎，你修改宪法，迄个宪法是中华民国迄边走路派过来啊！啊，你修改是毋是把修改所有内底，你的台湾宪法内底都无呢？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底也无咱台湾啦，伊毋敢落来啊！中华民国内底宪法你要修改，若无修改台湾是的，若无啊，伊哪敢修改安尼啊？拢修改选举办法尔尔，所以咱迄个阮迄个蔡英文的心哦，哎，你心里朴素，啊，你修改干呐？修改选举办法，这你的国国，吼，啊个修改呢？看乱时期，啊个宗旨，这含咱台湾的地位都无关系啊。但是你人讲，嗯，啊，都作为修改啊，迄部迄个哪拢咱台湾做出来很乱，咱来修改，哦，咱来加减嘛讲，哎，啊。咱台湾做出来宪法呢？迄毋是啊！伫中国做的宪法，佫无用，佫走路派来遮。啊，恁改道修改，变成会合法化。所以因按照因咧讲的吼，有政府，嗯，啊，有个选出来总统，有人民，佫有土地，啊，变成国家啊。按照国家的定义就安尼来啊。那为什么全世界因为美国？迄、那个国情控诉你来讲啊，中华民国唔是个国家，啊，台湾也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爱个签名的呀，还得搞袂清楚呢。哎，去年一个，去年中华民国派伫迄个堪萨斯遐一个处长啊，查某处长叫刘珊珊啊，各位大家记住无？迄、那个手搞一个口音哦，伊甲白讲，嗯，我有外交豁免权呢。
意思我外交官，你袂使加安尼呢？啊，歹势，迄、那个检察官讲啊，你是哪国？中华民国，歹势，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你无管理他享受外交豁免权，手甲他扣起来。啊、各位，啊，这做明显的呀、啊。这边外交部就发声了，讲好爱抗议哦，叫边律师赶紧咯，要安那呢？要叫了要保外吼，爱公。公听会啊，欸，到尾啊拢唔敢，你各位知影原因在哪里？迄个公听会吼，中华民国死者较惨。公听会就是各界拢会来啊，公听来听看嘛咧啊，讲有道理无啊？是咱外交官较用国旗，佮用佮来靠手铐啊？迄公听会啊，伊要保我啊？到尾人讲，欸，啊啦，公听会讲咧，全世界媒体拢出来呢，你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，啊，你来倒啊你？你特别说证明我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呢，全世界无人承认嘛。有你死两届，一届是1949年，中国台湾给挂出来嘛，迄死一届啊。你蒋介石家己若讲讲啊，中华民国哦，定死啊吼。第二届你对连连若讲嘛，啊连若讲奇怪，啊你死啊那个连若讲，啊这是吼因的恩呐。伊出了寒战爆发的时阵吼。美国需要台湾这个所在，跟日本这个所在共同安那呢？爱有一个后继站，吼、哦，爱布局啦，什么挖哥吼，拢需要这两地来斗运作啊。所以迄阵啦，继续当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啊。甚至安那呢？因为罕见就是中共破坏因家己的承诺，就是要侵，要援助其他国家。所以美国迄阵也是哦，较用文言咧，但结果安那呢？因用派百万的大军呐、啊，百万大军呐、啊，就是呐，抗美援朝啊，抗美就抗美国啦，援朝就是朝鲜呐，就击败北韩呐。所以击败这样抗美援朝的时阵哦，系啊，啊，这就是安那，就威逼着，伊就和美国的一个线就对啦。你打过我美国红线呐、啊，所以就支持中华民国继续伫台湾这来遮对抗共产世界。哦，这就是蒋介石吼，就是伊好高明就对啦。哎，即马耍的时阵呢，叫做伫存在。苏联边啊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入去联合国内底，但是拢无多。特当来提案吼。拢着火掉伊，拢唔免经过啥呢？唔免经过安理会，安理会吼有五个国家有副国官嘛，拢唔免经过遐。当然大会内底吼就袂过关啊啦，因为迄阵咱两个集团，你知道？各位大家知影吼，一个集团叫做共产集团，另外集团呢就是只民主主义集团，以美国、啊、法国、英国这两家。吼、哦，在领导，啊，共产集团呢，就是苏联。迄阵啊，中共吼，也无够遐力嘞，伊爱小可爱靠因老大哥苏联的民主嘞。所以伫这两个集团一直干啥呢？伫1970年的时候，世局的变化，由这个中间呢，非洲遐国家，较早拢那么英国，无就法国，迄大只殖民地嘛，伫到尾分了拢独立了。因伫1970年的时吼，弄作叫做阿辉集团，33个国家呢。迄阵美国呛声吼，伊讲吼，你支持迄个中华民国吼，伊代表整个中国大陆啦。吼啊，其实中国大陆是另外一边毛泽东因迄边的掌管啦。啊，你甲关系台湾这边尔，那有管理堂代表整个中国大陆。讲阮阿辉集团吼，即33个国家吼，阮咧是国际上诶，做阮要安那呢？要调整，就是恁爱支持啥呢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去联合国内底做安理会秘书，代替中国迄个职位。然后呢，就是讲台湾就中华民国，看你美国要来拍算，意思都无反对，所以美国派国务卿来。台湾找老蒋诶，甲讲安尼，
因为这整个局势的变化，吼、哦，这安理会协助呢，归予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恁呢，降在普通会员国，然后啥呢？迄、那个你的管辖的领土，台湾甲澎湖，各另外两块石头，就金门马祖，迄两块石头，你若嫌废去，啊，你过来挂挂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！你要保护这两块石头，安尼要紧，就是中华民国的整个管理统治有效范围呢，来台湾澎湖啊，甲金门马祖。结果老蒋也讲啦呢，无这代志啦，汉贼不两立啦。哦，各位来拢也阁知影吼，汉贼不两立。嗯，啊，变成来呢，人迄个汉赵入面吼，你这擦刷走啦，你敢讲人擦？嗯，结果是你擦啦。为啥人汉贼不啊？所以汉贼不两立，就是呢，把咱台湾的命运带好到今仔日，是政治上的变成国旗就对啦。所以到尾来讲，咱台湾命运就先好在旧个海头啊台南，然后是为着伊家己迄落的灭历史地位，啊啥呢？把咱台湾变作政治上的国际国旗，在先的时阵。伊全台湾好山好水的所在，拢敢占伊个用，啊死了后，佫佮占一个好地理，啊这有看无？各位想看卖有看无？所以这台湾民政府来起来时吼，歹势，你即马吼袂讲话，你住迄个所在样吼，啊清清起来，啊清清起来，在先互你交代，你无住你也无用，啊歹势，你死了即马爱佮清清起来。吼、哦！啊，你看是要等于恁迄个什么浙江奉化县对起搭，恁个客口店迄个所在，恁遐好地，你等于你啊。所以蒋介石把咱台湾出来安尼呢。所以1970年的时候，迄、那个在迄个时阵吼，周恩来诶一答应呢，伊周恩来咧赶紧吼要去国际社会内底，啊就无咧遐管制啊啦，对不对？和国际社会来承认开好紧啦，所以那周恩来人个呢，结果汇报这边个就讲不行，好嘞，汉贼不两立啊呢，所以今仔人就是未了，你就走出来，我赶出来，迄不是你退出咯，退出来骗咱老百姓，对不对？迄是一种扩大出来，也叫赶出去就对了。所以各位，所以呢，中华民国是第二届。那么有第三届，第届死伫台湾，要大人赶出去，这是吼，这个上天历史安排啦。各位，日本和清朝战争是1894，这叫做甲午战争啦。各位大家知吼，甲午年，明年什么年？明年是甲午年，所以第二个甲午年，这个上天摆啊摆到摆个安尼啊。阁啥呢？有咱民政府一个个美国，所以个美国的心哦，一心二心赢，第三心就做个法呢，煞放伫边啊。伊安那呢？就提我暂时放个边啊。为虾米？我这个判呢，美国政府需要执行哦，无执行是违法的。所以变成安那呢？变成提呢？只能面甲美国政府讲哦，就爱你爱甲这个原告吼。有的义务要达成协助咱原告的所谓诉求要求啊！啊，这不是讲今仔讲明仔载是好事啊！所以美国政府要准备，所以是咱2009年最后个电话呢，啊，赢肯尼亚的时阵，就是一阵啊，咱台湾政府就伫美国，伫个世纪酒店吼，开一个迄个台湾政府成立。因为美国拢有派人来，啊，咱家台湾政府派人去，就咱正式台湾政府成立是华盛顿 DC 的设立办公室，然后咱台湾呢一开始按台湾政府运作，三年后一今仔日，就是咱9月份呢，啊，造成咱民政府啊派人去第二次的世纪酒会，由咱的主席底下宣读咱的。当民政的主张要求是安怎样？所以你要甲正式个再次甲美国
要求啊。但咱伫咧四月份的时阵啦，咱头派第一批出去，由咱的那个真侪只药丸出去。但是伫咧心目中就是讲，这个台湾民政府哦，上晦气呢，直接跳过台湾政府，把那个民给切掉去。但伊唔知这是一个过程，因为伫接了过来的，必须一个家己的民政府咧。当完全升级了先，迄阵也要用什么名称，要用什么话，迄以后代志。但这个过程，你绝对爱存在。所以，这个人有受到安那呢？美国遐，就咱台湾人，美国人就对啦。就咱台湾人去遐久啊，拗起美国的身份啦。因这人主张要台湾独立，即个只个，老想感情上、精神上，咱也钦服伊。咱也感觉同情伊，而且咱也认同伊。台湾人无唔对，咱台湾就爱家己当家做主，爱独立嘛。咱较要皇冠做人落来，但是歹势吼，因为时机甲时候还袂到，所以伫感情上，咱也认同伊。因为早期，阮就是要出去当独立的啊，阮早期就出去当独立的啊。啊，独立无成的是国门堂的。哎，一关就关十五档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讲，哎，啊，你关个关袂惊，个不会歹势。一人一生的时阵吼，按你一个中心思想，安尼你吼间隔人生较袂空虚啊。咱人生唔是讲为过三顿、食三顿尔啦，歹势你为了理想食两顿、食一顿啦，要紧呢，对不对？你刚好食四顿，迄个无效咧。所以，人生今仔各位有这个机会参加咱岛民政府，就是表示恁根本上恁有这个福运啦，福运咯。因为恁不管听到这岛民政府是网络看到的，也是讲有人介绍来，总是恁就有这个福气。伫咧台湾整个政局要变化的时阵呢，恁都要。打到啥呢？打到特快车啦！迄只就特快车啦！啊，我呢，几十档内底，恁个拢坐慢车啦，啊，慢车无紧呢，我呢牺牲偌济呢？对不对？我不是咧抗争，干那为了抗争个老菜啦，抗争讲要总统直选啦，我咧抗争啊拢算人得哩。咱抗争个老菜多开心哦，减轻咱个负担。咱抗争讲个总统直选个心哦，就让台湾人快人出头天个呗。咱用咱台湾人人济，选举可能咱个赢。哦，结果咱个想法哦，迄想另外想呢。迄台湾人毋是作者像咱共条心呢。所以为啥讲今仔参加台湾政府，咱叫做同心嘛，就咱共心个啊。为虾米就是咱台湾人奇怪咧算算输伊？迄有够奇怪无？啊！别台人是还无去选台人，迄国民党厉害啊！因较早是用迄个东山，啊来干哪呢？计来选去拢买票，包括因伫联合国，啊那是买票的呢，迄票拢算百万的呢。为啥你搞一个台湾那尔，一个台湾只来代表整个中国，啊是咩啦鬼？啊外国迄阵拢看美国的民主啊，美国若无反对吼，所以输得去用咱台人钱去买票啊。有一个几十档吼，甲咱外交费用吼，就甲咱台湾人血汗钱吼，浪费足济啦。或者以后是拢会清算啦。哦，这个东山的部分咯，我在想啥讲一个迄落啦。迄、那个阿扁也是东山着，了又替这个囡仔转型正义啊，吼够有记啊哈。我就一开始因为东山着哦海外，啊甲我一挂重要团体由我领队吼。去总统府三楼遐国际厅，我咧底下，啊，我做代表，这一届哦，迄个地主我有去讲一寡话，过第二届时呢，受到邀请，我咧伫国际厅含阿扁做食饭啊，我一到我阿扁啊坐李秀莲啊，李秀莲坐我阿扁啊，李秀莲扁啊就阿扁啊，我咧过来，我九个人坐一道，伫在迄阵来讲啥呢？在讲迄个转型正义哦，在阮高雄，迄、那个朱安荣议长咧选举贿选的代志啦，就是吼、
就是不管就对了，一定要处理了。吼、哦，完全消息那有也听来，按说要处理这吼、個，有个人说来反弹呢。尤其高雄市作这议员吼，民进党议员啊，拢去用修言呢，民进党拢遐言呢，因的代号吼、哦、叫做民进党啦。高雄市转来选那个局长去啦，一领民进党代表100万呐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侬因老讲哦，下面就配吼，就是客气了啦，因代号。所以阿扁啊，你突然这讲要处理啊，迄阵啊无讲到啥呢？无讲到讲到东山呐。要事后的时阵呢，因为咱袂让随便去，所以我委托人去三楼遐有咱的资政，就是偏教授，偏明明偏教授吼，啊，这是人格者吼。伊伫咧1970年诶时吼，从头选出去个水电呐，啊，因为头选出去吼，我想着讲，啊，你走出去空手好下，台湾作者只政治秘密诶事，毋知影啊，你要哪讲啊？所以我用一寡资料，就是要送介吼平教授，伊阵隔当伊就走到美国哦，所以我就要送去美国，所以加三当好无？所以我是12到尾啊，搁加三当就是呢。啊，要讲遐内容真济啊，所以我用今仔无迄个时间通去讲遐啦。好，我就简单讲先咯。偏到是1971年时咯，我七孔一造出来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迄个资料好伊了。啊，即卖三格四格，即卖就换李登辉了了呢，也倒转来。那边也是呢，甲请伊做主政。啊，这偏到时咯，为啥是人格这样呢？因老爸。偏清客，咱伫高雄啊，伫迄个二八事件时，是五个代表之一啦。五个代表，普通人来谈吼，叫做不杀来使啦。迄来使讲来代赛啦，来代表袂使抬者，对不对？会判死。啊，那国民党这种吼，这种唔捌是干部卫生的吼，哪里无咧管制啊？人家五个代表哪骗伊啊？啊，毋是骗伊啊？咱高雄的时喏，为三月七五了的时喏，思想偌济呢？二八事件是伫台北延平南路遐，其实是二月二七暗。为啥讲二八呢？因为二七暗，这个阿婆啊，和迄个中国啊，迄、那个公安局的迄技师团的拍死了的时呢，迄二七暗啦。二七暗已经了人了，一大堆底下，你知影无？到尾广告的时喏，好啊，总散呀，但奇怪。第二日多是八灾啊！吼、哦，足侪人了了，就拢集我来就对啦。来了阿婆啊，从拍死迄个所在呀，大拢去看，愈集愈侪啦。这个时阵吼，唔知安怎吼，吼、哦，从为北部啊，为中部、南部安置落来，迄阵个火烧高了啦。迄阵也无行动电话呢，啊，也无 BB 扣，啊，足奇怪。为甚了？我拢较紧，我那骑脚踏车。用会走的，地团讲，你要看，即中国个台湾岛人，即、這个阿婆阿婆王婆哥，落去哦，变变就对啦。老百姓，在咧找无机会啊，在咧起膜拜啊，吼，一声就逼出来啊。各位你也唔知哦，迄伫以前的时，即中国兵啊，是1945，就是1945战败了的时，咱，就美国是叫中国伊来只接收对不对？接收的过当，因就。派迄个部队过来啊！迄、那个部队甲阮老爸老迄个接呢，伫个高雄码头啊，看一个讲，啊靠，讲咱的中国，讲迄阵啊讲，啊咱的中国开变做了迄个乞食兵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后清朝的避过开，马进咯，身躯排煞，顶生威啊，啊个两支枪啊，啥物枪？一支七九步枪咧作战了，一支啥呢？迄个水枪啊！来食水粉哦，还得水枪啊！我奇怪，阿卡会判人去枪，阿讲这年呢，当迄时阵，人战败日本要撤退，带伫阮三民国校，人伊军队的仪容有够好诶，军纪有够好诶，要等了船啊，要来等伊吼，伊个皮鞋总当足整齐啦，所以阮伫西岸就比较，一个战败国家，哪有仪容军容遐个整齐？啊，所以讲这年啊，啊，整个铁甲兵，迄种虽然咱思想上吼，
要听许多人，啊，家己看看会到。所以你讲，二八事件，皮教授因老表变变，所以一生就对啦，无要做中国的官啦。伊若要做中国的官吼，无到啥物了林良港啦、李登辉啦，拢无因遐就对啦。迄啥就皮教授，伊上够格。但是呢，人有一个骨气，有一个人格，因为老爸给伊呢，伊绝对无要做。所以宁可我做台湾大学个啦政治个教授，我做主任，对不对？我学识改来许，我互遮学生一个咧，慢慢对政治有了解。无想到吴伯雄，各位知影吼，伊老爸佫讲登门戏班呢，啊，今仔个做中国国民党遐迄个做甲笑嗨嗨。时代的变动的时候，你看伊有啥物好过无？你台湾人，你系中国人，啊，歹势，恁家己亲人互变变，互国民党变变的，你今日阁是国民党来咧做大官，所以这个人的人格问题，所以皮教授，我一向足尊敬。伫青岛岛人，我做为官底下的时喏，伊伫我对面啦。啊，我来出来散步吼，我咧散步，迄阵啊，差不多有那二十分钟，有那三十分钟，无一定啦，吼。起来散步，经过伊门口吼，又内底有一个特务啊，含关社会，你知？迄叫职业犯人啦，连坐落老职业的，迄职业犯人都监督伊的啦。吼，啊，阮就安那呢？要含皮教授讲话吼，用英文啦。啊，即句要讲啥的吼，落管吼背背咧，唔那开咧加个笔记一哩吼。即背盖面头前啊，用英文讲啦。嗯，爱国特务也听无啊。伊可能袂晓英文啊，伊按正你若讲咱台湾北京语吼，可能听有啊。吼，我若袂搞用讲这啦，调用讲英文。吼，啊，即嘛，佮行过了，哎，我着佮讲第二句，两第三句，拢利用散步时间吼，传达这就对啦。所以皮教授是到尾也是啦，国际学者500个写批个蒋介石受关照的人，讲这是国际知名学者，恁是安那加这俗言论尔尔。吼、哦，如果台湾啊自民自觉的是，你为什么吼，开个掠开关松啥的，吼、哦，别个无多啦，所以才关一两桶的心哦，总要放出来，啊，放出来嘛，冷静嘛，啊，冷静，然后地母啊咧过一处啊，啊，国家又选出来呢，啊，选出说你1972年的时阵吼，迄阵啊，我用一个迄个名册，关就是要送去美国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就有成功，所以今无时间，无了讲这段足精彩的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因为无时间啦，啊，所以我才回答讲台讲偏教授的一个人格者，所以我了委托伊哦去甲阿扁也讲，因为拢办公室伫三楼嘛，阿扁的办公室也伫三楼，甲你甲讲，讲啥呢？我讲吼、哦，今仔民进党选着吼，阿、啊、你就代表民进党诶，今仔日国民党吼、哦，伊来东山呐、啊，拢是不公不义来得来就对了，你甲。爱个精神起来吼，幸福咱台湾老百姓啊，这一点啦吼。另外一点呢，国民党在东山吼，那清理掉时喏，国民党就无伊啊。为虾米？后家就免选啦。国民党无钱咧，行无路啊。伊咧选举是啥呢？啊，靠钱咧行呀。啊，这个钱嘛，迄钱嘛，偌大只啊？啊，你若无看来，袂行，袂蛇啊。啊，也靠得上，就钱啊！所以把东山处理掉的时候，第一老百姓拍不好欢迎讲，哎，你把不公不义即个东山拢还还老百姓。第二个是呢，后个选举国民党就无伊啊。结果阿扁那讲你知吼，大家拢注意听哈。我甲钱拢稳稳记掉了，啊，若想到的我就流目屎。迄个困一片话的吼，比阮困的较少的所在，我就流目屎。这个总统何人脚太干呢？伊安那讲你知啊？伊讲哦，啊，咱就算掉啊，咱爱会的北等啦，我过听下吼，爱会北等，这标准咱台湾人，善良的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意思咱就算掉啊，好了，免讲安尼，甲清理下啦，创啥物话啦？但中国人就无讲安尼，中国人个灭高速的，甲灭你啊呢？迄中国人台湾人差别在即个只，咱台湾本性，来阿扁即条样出来，各位看好无？阿扁啊，被当总统内底，我无去做一官半职的，因我也袂去甲要求讲我爱做啥呢？因阮当初就是要把国民党甲赶出去，
啊，那落来无机会，吼、哦，会当个糟蹋咱台湾人心了。我的心愿已经来达到啊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我唔是讲像人遐讲爱做官呀，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我讲啥，唔是讲阿扁也是有荷兰啥，我替讲话唔是。阿扁也真正熬为台湾人做一寡代志，但上不幸的就是伊甲中华民国宣誓。甲中华民国宣誓哦，各代差别哩即大只吼。你中华民国嘅人啊，唔是咱正本土单人啊。咱去台湾身份证，这是因硬敢逼嘅。哦，在1946年嘅时候，硬敢逼嘅时候讲，全部人爱改做中华民国籍嘅。所以即无共，差别无共。但你呢？你愿意伫即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你选举选到了敢宣誓？啊，咱无啊！咱甲变更国籍的时吼，啊，咱也无去宣誓，那是无啊！啊，所以咱个，尤其是咱的秘书长的时吼，迄、那个各家用的是各会行、啊。按照国际法来底，当初清朝把台湾配合过日本的时阵呢，各位在知影吼，日本按照国际法咧行咧，来。好，你当配合下两当的思考时间，两当了来看了问您讲，您是要搁做全国的国民，还是要做我日本的皇民？结果两当了，日本在台湾配合问的时喏，来两当过啊，您是要做对一国的？结果拢总安尼呢？有4000几个人要做全国的，剩下要做日本的。和两党的输克，并不敢讲别个，所以咱是日本的后裔就对了。但奇怪讲，为人先开请你华侨啊，啊，就是啊，恁的祖先的不是全国的呀，所以恁是全国国民啦。所以你4000几个团来了，对，有迄个华侨就是啦。我个人恁就清楚，唔是即卖因中华民国咧讲华侨啊，是日本时代迄个华侨就是哦，咱台湾人要做全国国民的啦。迄种在日本叫做华侨啦，啊，咱正本土的咱唔是啦，所以讲咱台湾人和中国人有真大差别。所以遐人讲伊是台湾人、中国人，歹势。明年美国来入来时，可能该分分的啊。你台湾人、中国人讲个清楚，你莫甲讲个一半一半的，对不对？必须你有可能甲恁讲过吼，讲明年是迄边中国个啊。介想要来这边发你中华卡，或者含咱收兵啊？你中华卡来看，哎，认定我中华民国的吼，无因中国的吼，啊，你那过来有啥物优惠啦？甚至你来我中国免签啦，啥物挖哥啦，代替的台胞证啦，啥物的吼，有做的优惠这啦。但各位知影吼，你签去了，你要做中华民国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吼，那迄阵啊，中华民国就无伊啊，变成一个中国的啊。安尼好，伊要做中国的，啊，咱家做台湾的歹势，家是咱台湾的，是啥？美国管他的，啊，美国维持啥？维持咱台湾民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家呢？恁若要做遐歹势，恁做居民呐、啊，做哪呢？迄落算有居留证啦、啊，咱发了居留证可以啦，有你住伫遮，但你袂当享受啥呢？就公民的权利啦，啊，袂享受到咱台湾人福利啦。哦，这真紧哦！所以我当时讲奇怪，咱故意吼去打掉迄个特怪车吼，就我有几十档的啊，都无一个彩色啊。下面这出去哪里考核哦？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吼、哦，花街吹个砖龙坡有无？迄叫感情上的尔。咱这个感情无唔对，咱所有在座大陆感情，台湾的恁台湾人的无唔对啊。啊，但法律上都唔是啊。就是咱教育内底无读到这册嘛，所以为什么甲民政府要求啊？大拜托大各位来上课，上掉了这个观念的问题嘛。因为咱大家拢和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内底哦，他的动力，哦，咱输的这个动力啊啦，迄比中国大陆迄动力哦，吼，迄个三聚氰胺啊，什么高呀，拢较动啦。同时间呢？吼、哦，咱的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咱将世世代代拢，若无迄个是拢输了迄个动力，所以自己改变过。所以来各位来上课上重要，
就是咱建立咱的思想体系，认清咱正港本土单人和因阿无共。即开未来，咱咧接政权的时阵呢，咱什么人赢人？咱什么赢人？啊，就思想赢人啊！咱的观念健康赢人啊！迄是咱上大武器啊！咱唔是咧，含咪国家专业的，咱专业输伊啊！所以咱的论人，人咱比较少，咱输伊啊！讲钱，咱也输人啊！为各位在座，这观念正确个，就是咱的法律赢人，有理走遍天下。所以只要咱的法律赢人的心哦，尤其个后边个美国军政府做后盾呐，你知吼？咱虽然小帮小后边美国做咱后盾，所以咱就做好做代志。所以大家各位都免惊呀，也免烦恼讲系啊。啊，咱来接政权的时阵吼，各位有迄个能力通去接无？农民考虑者，咱当民政委时呢，自然有特别互恁，恁阿祖哥愿意做公务人员呢？免啊，互恁做法，是搞拢会甲恁讲你安怎做，袂讲互你做专业的。啊，你我都袂啊，袂啊做迄个电脑的，啊，你忽然甲电脑来了，哦，歹势，迄电脑互电脑去做，啊，你呢，专门管迄落啊？管迄个做迄个电脑的人，安尼各位来听有吼？嘿，唔是讲爱电脑，我唔捌半波，啊是要开走电脑遐要创啥的？啊，歹势，啊群主任遐技术人员呐，啊你过是过遐技术人员，你唔是过遐电脑啊？各政府部门拢差不多安尼啦。所以你担心讲，我安老监管系啊，啊派市政府我唔知要做啥货，歹势，你就听个敢下地落啊啦。你听个看报纸啦，你来台底看对一个吼，搞怪思想，甲恁讲吼，讲因是中国人是外国籍人的先咯，哎，歹势，你甲处分掉来革职啦。你惊啥？有美国政府做后盾呐，军政府的时阵吼，就一段时间无叫停署，无叫啥呢？无叫民主制度来，所以一段时间咱可能无选举。都免算了，当了整个拢整顿安定了后时阵吼，你把中国因六十几当老来只笨蛇，吼，只笨蛇，哇，笨蛇一大堆呢。因只笨蛇，简单个笨蛇吼，后生呢，军中诶、政治诶、文化诶、社会、环保诶，拢总是加加拢遐无下定数，只笨蛇吼，规个啊个送红包咧。到了上包是因炸过来的呢，电后尾门是因炸过来的呢，啊，这拢是笨手之一啦。伊个当民警，就等到这笨手拢清掉的时阵呢，迄阵啊，大人讲何其何强，要行啥物路，迄阵个拍算。好，那我即马讲到这时阵吼，来，咱这个跑步很足济啦，啊，但是哦，都要甲讲遮，后手要半点钟个时间吼，我咪。超过的时间，我爱注意看呢。有一讲也是哦，讲了时间过哦，人在食饱，好在咱即马就耍了，等于食饭啦。我把只讲个心哦，啊时间过还无注意看，我无注意看到遐，吼、哦。所以我一路面讲，啊就要注意看时间哦，卖超过。伊要讲开始三点钟也讲未完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即马讲，咱台湾这个争夺何去何从，这含能着咱真重要吼、哦。这题目真大。台湾要行什么方向？当各位民进党的时阵吼，伊创党的时阵，把咱台湾坑当十字路口。各位知影，恁老支持民进党的吼，在做靠民进党的，啊，我来民进党的啊，我个资深的民进党员啊，啊，到今我无要退党，为啥呢？我若退党，万一若要建议啥的，用迄阮的家务事啦，即阮兜的代志啦。哦，你唔是党员啊，会歹势，所以我无要退党。万一阿讲唔是吼，这是咱兜的代志吼，因为我也是党员吼，所以我咧怀疑讲，为什么创党的时阵把咱台湾放进十字路口？各位知道吗？迄十字路口表示无方向，十字路口是真危险的所在。各位开车、骑车拢知影嘛？到十字路口吼，啊，你就越东越西啊啦。就去看青红灯啊啦，啊车呼呼叫啦，
啊，不是讲车顶就会使驶啊，车顶是好你会使驶哦，但无甲你保证安全呐、啊。所以各位哦，唔当讲啊，车顶啊，车顶是我的啊，我来在走啊，歹势，西西门在第一个所在，你若该车顶的时候，你还阁回头去阁看卖咧，又这是不是路口？各位，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提醒吼、哦，有车出大事时啊，车顶我的啊。啊，无你管边啊后壁来了，呼呼叫到中国，歹势小崩啊！啊，讲啊，我的车顶是安那，你来弄过来，啊，歹势，这是好，你车顶你会使行，安全的部分爱靠家己啊。差不多三四十年前，我开车了吼，啊，超速了，啊，超现在训练呢，高速公路你也超速吼，爱训练两工呢，是即摆拢免啦吼，各位即摆可以训练到无吼？那要罚金啦，袂使。我来上课啦，所以上几波、上几日啦，拢袂记一个，干那记得一项啦。就我头先讲的，绿灯可以走，但不是表示安全。哦，我都讲二七五年啦，出来两日读到拢唔知有对伊啊。所以今仔日我把精简过因，我把我的所得的结果，你来记在心。车顶也在走，但表示唔是表示安全。你那个，你要看一下，我了冒死鬼的时阵吼，一看，哎呦，红灯啊，关枪啊，啊你红灯，你车顶有多好势啊？所以今仔日，咱的民警拢把咱的台湾坑到这死路口的时吼，这是足危险的，没有方向感，没有方向感。规则当然拢对啥呢？莫中华民国这个大腿的生活。就含中华民国甲社会共同的撑咱台湾人，这是我今日讲的足愤慨。为什么呢？你咧选举的时阵哦，候选人得票率卖减5%以下，每一人个得30块，政党50，咱每一届投一票的时呢，落了80块的，咱咧1000万咧又是咯，就算几亿个。佮包括所有的遐工作人员呐，咱选举一届就了了几十亿个，为甚物呢？咱都唔知啊。爱咱老百姓税金钱，就做一称啊。民进为甚物选举啊？有算漏练啊、漏挑啊，含国民党做伙啊。啊，用选举来是咧帮助国民党合法化。你国际上官老在选举啊，你袂使讲完成共产党小强官一党专制啊，无？我是一个民主的，所以结果你用这個民主来讲，有这個选举，啊，选举是啊，或者在野党，就是咱支持的民进党，所以咱本土的政党，总何必合法化呢？你延长中华民国的性命呢？所以如果咱支持咱台湾人，咱有一份责任吗？但以前唔知啊，电脑讲是爱支持这个，吼、哦，支持规划部。有把咱台湾脱离，有把咱台湾摇身一变来国际新的地位吗？无啊！搁把紧，强强莫中华民国就倒退是要死啊！我把人讲吼，中华民国成个假生啊，迄个壳啊，爱都无吧，无身体啊，啊身体对啦，多咱在下台民进党甲咱台湾老百姓，来假生啊，了寄居蟹了，北京讲寄居蟹了，吼！啊！你空呢？就安尼遐大尔，啊！伊无肉体，袂当生活，啊！就甲肉体做伙寄生啊，互相寄生啊。迄个寄生啊，若无这空，啊袂活；啊，这空无这个寄生，袂死，袂活。多因咧相依为命呢。有我饲个寄生，较知影。啊，所以时间问题哦，我袂当讲伤清楚。就简单讲，这个寄生啊时喏，我饲来咧其中一只，从安那呢？总脱离迄个壳啦，啊！我想起啊，脱离到时阵啊，是天气伤热吗？啊，是要出来食物件吗？我想这假使食物件吼，伊连迄个壳啦歹咧吼，啊来食物件，都唔是离开迄个壳啊，所以注意哦。安尼，咱就用水，该用水果下棒果食呢嘛。结果安那呢？无规矩，咱无注意吼，是早时啊遐看吼，我煞跳下啦。迄只鸡煞跳去啦！嘿，我拢
走机后，我的机后尾啊，咧问迄卖人讲，啊，只叫声开走出来哦，啊，足巧的呢。我哎呦，迄、个叫声吼，伊是吼惊光啦，唔惊暗啦。啊，伊个规个无食物件拢无要紧啦，但是呢，伊爱换壳啦，迄、个壳吼无够伊大啦，所以伊爱收出来个啦，找壳啦。啊，找不到，所以跳呀！哇，惊一个，我安尼哦，啊，我一只吼，佮另外一只，我光去拢在写啊，那个放生啦，我惊这只佮找不到，佮跳伊咩？所以我讲这道理，你看，就中华民国这个壳，佮咱台湾人和民进党佮咱夹，佮咱夹的讲，咱是本土的政党，本土的，结果这个肉体含这个夹生的壳，中华民国夹做伙，啊，这个壳袂断呢，系啊。啊，咱这个体会大呢，啊，咱这个壳袂大，体会变变啦，啊，恁个钱当变多钱是，多好个在啥呢？咱的台湾民政府，咱的台湾民政多当来代替咱台湾这个壳，这个壳嘞吼无限的大，所以我咧想讲，嘿，足奇怪，民进党遐足侪高人，包括台联也足侪高人博士，啊，咱也袂想讲奇怪。啊，拢台湾吼，咱讲咧选总统，外国的事拢无咧承认。啊，美国讲，啊，你是咧管理当局，英文讲 authority， 啊，你是管理当局，奇怪啊咧，看安尼。啊，对啦，拢是选总统啊，选总统啊，啊，但选个笑嗨嗨啊，叫外国人无承认啦。啊，原来你是其他家嘛，你中华民国这个靠是流亡的嘛，你是流亡伫底，流亡伫台北，所以用 Chinese 台北。各位来清楚吼，所以袂使讲啦，请你台湾袂动啊。所以日俄大战，法国和希特勒占野心咯，伊个政府流亡队流亡去伫英国伦敦，所以就法国伊政府流亡伫伦敦，伊袂当讲流亡伫英国啊。所以用多次个名，所以达赖喇嘛伊也是流亡政府伫印度达赖兰萨呀，爱迪安呐，伊也是有选举呢。啊、所以你们有时候选举的时阵吼，就表示讲，哎、欸，因个国底下存在呢，那是袂当啊。所以感觉咱伫迄个教育内底都唔知啊，讲哇，伊就是真选举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啊，就咱就民主啊，咱是一个国家啦。歹势，你个国家要件也不够，有咱要宗主国，就是大家以前日本讲放弃的时喏，并不是白主管放弃，是我管啊管，我的经营歹啦，我总经理换人啦。各位听有吼，但我当时你照常，我是总给你换人，换你管辖权呐、啊。所以你美国无代无志，你若来遮坐落，我阿别叫迄个中国啊来，建立咱台湾对中国歹印象，你乞食兵马进来个多杀咱，把咱的迄个精英抬出去无数，迄、那个老师、教授、医生、律师。个连学生了做台，我那高雄中学，迄个台作者，我南部的时阵用啥？哦，更卡紧的呀，北部是更少的。你那电视看了，迄、那个大卫二八事件，迄阵了是一个更少的，迄、那个造出来，个瓦做瓦见证。但我南部的呢，更卡紧的无一个瓦，我现在加紧的别造起来。你要规排拢用军用卡车，再些人规拢填的，拢填海啊！北部这两家更这趣味吼，是规排去车顶，即摆徛伫海边吼，变一个岛，变一个岛，吼、哦！结果这个就是啥呢？伊个头前个吼，变岛的时候，钓一个，改钓一个，伤过强啊！所以钓的时候，迄、那个情况变的时阵哦，都为辛苦变，变无钓了。大陆海底，伊想办法，总要脱开，这是个见证者。因看国民党偌残忍，咱个少年个一辈都唔知影，靠年纪拢知影，二八事件迄是足残忍个，到底甲真人数我拢统计。所以美国的时吼，伊个错误，伊个本来是战略上叫做越岛攻击，就主导就对了。一块岛一块岛攻击过吼，安尼叫战略是啥？但伊当
含咧讲迄个硫磺岛的时阵呐，死伤有够侪啦，伫硫磺岛。所以上一年吼，马克思改变战略，哎呦，我若一块倒一块倒，即马来啊攻台湾，啊台湾呢，死伤偌侪唔知啊，佮台湾被敌硫磺岛遐大啊，吼、哦，伊那个想着，我跳过，总归屋企那话。就人咪讲，我讲的是要讲到敌人的门口埕啦，吼、哦，我要擒贼擒王啦，我无爱一块倒一块倒喊你舞啦。在日本的预防啥呢？预防美国在攻台湾的时阵吼，所以中国东北边调两艘的最精锐，诶，日本的迄个关东师哦，来过来台湾啦。来到尾因来踢地方，哇，真正让你看起来你会感动，我正想去回想迄啦。迄真正即拢插个金金，扩展到插金金，皮拢金金，包括迄个武术刀啊，阮囡仔唔知啊，对不对？个几岁啊，娘娘，迄个抽出来，哦，金闪闪。即摆回想讲，原来即批就是哦，日本的精锐的关东军呐、啊，要调过来要按美国车兵的啦。哇，美国，结果呢，美国人跳过金鳌遐，所以造成咱台湾新的命运。所以我跟他话，热热闹就是1972年的时阵，好不好？用政治解决，哦，真好日本，阿你阿贵哦，拢有日本过。伫咧中间内底，因我跟他话，闹因的身份证，闹因的旅行证。所以咱今日台民政府就是要甲美国讲，我应该比占领国，你爱比照我跟他话的时阵，你啊发旅游证，咱咧清楚这点。所以咱有证要代替中华民国的护照，迄无效，迄是你管理当局，你美国可以管。阮本土单人，阮袂瘾用迄啦。啊，但歹势吼，伫美国要管好咱，咱也是继续用迄啦。啊，为虾米？啊，这个也管啦，这也管啦，做无来啊。包括即个美国酒会，要开记者会，啊，要出人呢，啊，来乖乖啊用迄本啦，好对不对？迄就也管。投资的管不了，迄个根本都无用啊，蛋的粪水都无用啊。虽然去美国来争取者，你也按照移出代件，你知道屋囡仔话，你发旅游证，搁一个呢，让应用的呢，波多黎各啊，波多黎各是喏，西班牙战争的啊，美国战争的时候，证书挂美国的嘛。现在挂美国有滴古巴，有啥呢？菲律宾，有波多黎各，甲关岛这拢是啊。所以波多黎加巴当来的时吼。伊也袂瘾做伊美国一州啦，啊也袂瘾独立啦，吼、哦！诶，独立真，伊就到国防、国外交，吼、哦，个，就个家己吼、哦，想办法变啊变啊生活呢。啊，你来做一州的时候，你扣税呢？啊，规划你讲，你做占领，我都唔免啦。你国防外交拢恁拢恁美国，啊，我个免哦，因纳税金嘛。啊，虽然台湾当然无要想安尼啦，咱当然希望讲有一日，咱家己让当家做主嘛。但迄是。有只这是盼望，但是过程内底你绝对袂使有差错。今仔四月份内，迄批人有差错，甲造成美国跟点油做记号。原来恁这批人就是要主张台湾独立，为啥？你台湾人有主权，吼、哦、啊，台湾民众去民了嘛，要用台湾政府，吼、哦，所以美国讲啊你，我是要跟倒下手，你说来这要甲宣布讲要台湾独立。啊！若要支持独立，较早大陆人民伫海外，尤其伫美国，本部伫美国遐，你看到足优秀诶，迄种教授、博士、学者，都要支持。为啥呢？主管的问题，还佫伫即个支配权，还佫是我占领国美国内底。而且呢，后壁还佫有一个日本天皇要出声咧啊。所以你若当讲恁要要安怎，就要安怎。啊，所以呢，就即批人四月份的啦，啊，即马拢安怎呢？因想讲要用台湾政府把这名客掉伊，吼、哦，啊！你世界安内咩？要找一挂人，啊！你人去社会找，然后认同你的你找嘛，拢偏偏为咱内底咧找啦。我够奇怪，牛条来搭牛毛咧搭内底，吼、哦！所以这点因为无时间吼、哦，咱不便讲这啦吼、哦。所以我正是讲，这个中华民国韩民进党的本土者，这个壳这个体，按。即、这个对民进党紧张呢，系、哎、啊，中华民国要无赢，啊无赢来煞死呢？因是相依为命的呀、啊，互相寄生啊。啊，伊若发到这危机呢？为什么？啊，嘛拢伫咧骗你啊，拢骗你的心哦，
伫咧中国遐去啊，我爱伊也袂当对伊啊，伊若对伊一个人就澳洲啊，我当然本土一个人方方出眼焦点着，吼，都定咧呢，爱伫讲吼，你莫用矮化，要创啥？另外一个担心讲，哎呀，真正中华民国无用，因民进党唔知要何去何从，要造对呀？真正因是比咱较烦恼哦，啊，咱是烦恼是讲啊，美国为啥唔看赶紧一摆啦？好嘛，伫即个遮个时吼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直咧按糟蹋，吼啊，想办法要捞钱，要浪讲啊。时间已经无够，你知影无？咱担心者咧，但民众担心咧，含咱无共。所以咱咧老神在在，因为咱啊，咱有即个法律咧行，有咱告美国，因无啊。因是依靠中华民国伫遐咧生存、咧生活的啊！啊，所以各位咱在座个同事们，来一个观念清楚：有任何人来讲人国在歹势，把咱这条较会当把咱台湾调出一条活路出来，个人救咱台湾呢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告美国，即个法律上切一条就对啦。其他你要用枪、用剑、用刀拢无多啦，你要双击拢无多就对啦。所以各位大家讲吼，哪有个遐简单的呀、啊？要引导一个政府、一个政权吼，拢阿免啥货，阿拢可比咯。哎呦，台湾作特殊，那么咱的秘书长因抓这批人来告美国，若免和咱在座去抛头露面，从刚才我那差评几多些，让抛头露面，哈、啊，有效无？无效啊！干哪样子呢？告美国了，各位来上课。各位请身份证，就比如讲，你都愿意做台湾人，袂用做中国人啊？有来上课，有到这水准啊，就到这目标。我偌济人，就要偌济人，这偌济人，我必须恁讲吼，偌济人就当正员交互恁啦。咱上条线的俩，咱每一个人中心的责任伫即搭遮尔，这牵连着咱未来子孙世世代代啦。所以各位，咱有一个责任啦，啊，讲一个使命就对啦。今仔多少这个机会，予恁各位只同心大使命。我坦白讲讲，恁的福气就对啦。你唔能讲啊，我不一定要做公务人员哦。歹势，你准无要做，但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的事实有可能会做。这个企业爱靠大家共同的，所以今仔咱台民政府，我一直讲把所有以前的活动吼，拢放伫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做甲这条路，那么各位讲吼，无第二条路，各位来思考看卖，就照美国的力。我讲咱台湾人吼，迄个时阵无够人，同款二次大战，人越南吼，迄个胡志明啊，蒋介石二十万大军伫遐，吼，人胡志明讲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然后要死敌定点吼，迄定下心哦，啊，咱越南。煞去中国来咧，迄落安尼，人知啦。法国找法国，对不对？法国想办法把蒋介石赶出去。嘿，人想办法怎个赶出去？今仔人越南那家己当家做主，安尼当然无啊。迄个时阵无这种人啊，所以变作和迄个蒋介石来直接甲咱管吼。所以，伫最后，我用一个比例吼，和各位大家。更加清楚了解，就是讲，伊叫中华民国来遮管的时阵，管理当局的时阵吼，就是咱台湾即群羊啊啦，各位吼，咱台湾即群羊啊，三人咧管，就叫蒋介石因蒋家，即摆在国民党下底啦，国民党因来管，啊，因叫做啥呢？即批管羊啊，叫做牧羊狗啦，我大家听有吼。你若看咧电视啊，对来咧赶羊啊吼，就是遐狗啊咧捉啊。啊，牧羊人呢，拢举一支迄落底啊吼，跳卡啦吼，啊戴钱帽啊啦，啊咧看，看一只狗啊吼，咧赶遐羊啊，连咪赶东，连咪赶西啦。好，各位来注意听吼，那重点就来啊啦。以前咧赶吼，拢顺序顺序啦，吼，那遐。遐龙啦，遐霸啦，要来糟蹋咱个羊啊吼！吼，这只狗啊心吼，碰碰球呢？你看到国民党诶吼，蒋介石遐碰碰球啊，
特别中东迄边遐，忽然财报要来糟蹋咱杨阿新咯，嘿，伊那碰碰叫，啊，代志要变，我杨阿伫团团，迄落狗啊吼就团，我团到即只马云狗啦，即只狗啊，啊，即只多狗恁啊，用即只狗咧管咱只杨阿时阵吼，歹势，迄个牧羊人吼，就美国就对啦，本来会当翘脚。啊，也是找啊，点啊，等嘞吼，就看恁这个羊啊，安尼赶只，迄个牧羊狗咧赶羊啊，顺顺，美国就袂插啊。结果看安那嘞，只美国看，吼啊，这只狗啊时阵哦，这只牧羊狗啊，唔是嘞，把咱只羊啊吼，佫想要把咱和平嘞，啊，无要紧嘞，佫只羊啊吼，想要敢卖呢，哇，这牧羊人的美国来讲，一看在眼来啊。啊！你知道牧羊狗，我和你管理当局，特别管理只羊啊时哦，结果唔算你教他只羊啊。你徛伫牧羊人来讲啦，你是袂出手。各位，你若准做牧羊人啦、啊，看只牧羊狗吼、哦，咧教他咱只羊啊滚的时阵啦、啊，会出手袂？各位，绝对出手嘛。所以赶快吼，美国看这时机的时哦。无出手袂使啊！无出手，咱即群羊啊吼，唔是乎即只狗啊咧糟蹋尔，有可能只羊啊拢规拢卖乎人伊，你知吼？咱即群羊啊，咱即群绵羊啊，咱即群羔羊啊，所以我徛伫羊啊一轮住啦，我来羊啊一轮住啊，给他咱配合，咱就必须丢了。个别国者，美国你若要关出去，我阁该再过。恁法律上咱徛会条，咱别人输人，带这人赢人。各位大家记咧哈，咱别人输人，这人咱带赢人啦。这人就是咯，咱的武功的对最顶级的就对啦。吼、哦，遐花腿秀拳赛吼，袂达你咱这啦。啊，所以各位，这个法律，有时间台湾新闻加减啊看，阮即摆政治局、事务局教委员吼。拢大部分啊，搁找新的读书会来研读些，因为咱别人输人，做这人赢人，啊，这人咱搁无精，哎，多让人踢馆呢。但那三两个你若蒙办咯，三两个都蒙倒伊呢，啊，咱是变奈人，咱若蒙袂倒，就这人咱赢人。所以各位，咱当面讲话，我讲人人输人嘛，啊，要钱钱输人嘛，主讲这个法律赢人，所以这人就是咱的强项啊。我讲的强项的时候，各位倒有一个信心吼。咱台民政府时候，个别国的时候，咱一个强项伫欢迎，另外一个强项伫国防部，咱有两个弱项伫国务院，甲对甲国会啦。啊，但是呢，迄两个弱项吼，啊，咱慢慢拢伫咧优势起来呢。吼，第一，国务院的时候，伊伫高中方面在一个讲哦，放弃抗辩权。我放弃啊！放弃的是啥呢？由在咱法院安那判，我美国政府安那做，所以本来这是国民党上弱的啊，为啥上弱呢？啊，咱国民党会拢利用伊的咱的台湾资源吼，吼加减啊，含咩咧交配呢？啊，所以拢会听讲话啊，吼啊，所以咱用法律这边，伊这边强项那个消解的弱项，个另外第二个本来咱弱项呢，就国会啊。国会内底，因那咧选举，拢有透过咱台湾伫美国遐吼，去政治献金啦，去创啥货啦，啊，钓到遐人咧，就做一连线，吼、哦，就是对台湾友好连线啦，啊，对台湾友好等于是对中华民国啊，也就是中华民国只管理者啊，所以台湾友好等于对中华民国友好啊，哦，这条线咱做做，但是咧，伫最近八月二日，国会内底最新的报告吼，即、哦、国会咱上少个啊。伊在讲啥呢？伊讲吼，因遐一个服务处研究的报告吼，就台湾、中国，然后也提报出来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，吼，就台湾、中国，这内底拢有关联的嘛吼。啊，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，内底呐，美国国会重申呐，就重新讲，表示以前讲过啊，当时讲咱唔知啦，一个重申啥的，中华民国。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拢无拥有主权，哦，这是国会
所以国会已经慢慢认同，咱的过这是正确的啊。所以因为时间的问题吼，都卖超过。啊，以上啊，报告到这，下开啊内容拢无讲到啦。多加这个标题，予你认的，吼、哦，台湾何去何从？就是台认清咱的法律，咱各美国这个法律，就是美国还是占领国，而且呢，咱台湾何去何从？老实讲，咱唔知要哪下定义啦。但有一点，咱是2009年伫个世纪酒店酒会时阵哦，美国有送予咱200刀。叫人转靠咱的秘书长，因为咱秘书长无出国，所以讲转过来，秘书长啥意思？200多啥呢？一包去了，我接无吼。第一路，我边下遐看吼，你来看遐，一部就是奥巴马代表你含那个关系，就美国有关系。另外一帮呢，因为我看无看两只鹅啊，你看看两只鹅啊，你还送你两只鹅啊，是要创啥？你唔知两只鹅后边红姜啊，是日本的红姜啊。那两只个代表日本皇帝，各位，这个意涵在这，所以是美国跟日本有关系，这看得到咱台湾的命运。所以美国会下指导棋，一步一步来，你免急。台湾要无缝接轨，你若无缝接轨出差错，会再形成二八一个事件，足多人中国人欺负的人爬起来，特别台要拍。北极、北京，哦，啊，所以美国无愿意看这种情景，所以要无缝接轨。妈妈，恁该上课培养人才，什么证请较济，代表要做台湾人较济。美国来看起来讲，啊，看起来拢相像啊。你讲你台湾人，政治里底，我政治计在拢中华民国个呀，迄个未通啊。所以各个台认清者，为啥咱来上课爱请什么证，而且是讲继续来初级、高级。完成咱这个教了时喏，就完成咱啊，就武功练起来就对啦。咱唔惊人敢踢馆啦，吼、哦！过你若无完成这啦只，人三人该踢馆去啊。因为安那呢，国民党六十几党的教育，和咱的都有够深的啦。所以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所以我最后敢讲哦，蔡英文教育就败。美国上一100岁呢，美国旗啊，我各位知吼，伊也无解讲我美国旗要创啥货。但你有迄个 sense 来想讲啊，美国企业啊，台湾200块，较贵的200块尔。啊，想我走美国咧送我这啊，我当台湾买就有啊。错哦，迄个无咱秘书长的迄个 sense 啦。秘书长伊杀这200多，若无甲秘书长讲安怎啊？对不对？但伊体会就啊，美国甲日本绝对有关系。你讲美国，我送你三份的700，美国企业代表啥货？你竞选总部无要挂，总安尼鸡蛋要着放来放伫拖里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毋是咱今仔问题要讲的啦，要讲着看人讲为啥物选举失败啦，吼、哦！来，因为时间到，代表在食饭啊，以上有机会大家来，再会。各位好，玩家起立，起立。下课休困，啊，楼下一楼餐厅遐食饭吼。好，罗桂兰、许哲伟、邱天来、林连国、江子君，以上几位吼，恁还未翕迄个识别证吼，啊，食饱了6:30去翕相，伫一楼的办公室找工作人员翕相就会使。罗桂兰、许哲伟、邱天来、林连国、江子君。另外张佩恩、钟佑哲。